腊肠不要总争着吃，试试这样做五碗米饭都不够。蒜苗切丁，腊肠切片，锅内少油，下腊肠，烟消后盛出备用。不用起锅，倒蒜苗，炒断生后放盐和生抽，炒匀后倒入炒好的腊肠，翻炒翻炒，整栋楼都能闻到香味就出锅了。喜欢的赶紧安排吧。